大家好，今年是狗年呐，所以我们准备好了要一起来庆祝在今天的这一台弥撒里，特别为大家为家人祈祷，特别感谢天主给我们新的一年。所以在今天的弥撒里呢，神父又这么来开始做祈祷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无始无终的天主，你是一切受造物的根源，我们将这新的一年奉献给你，求你赏赐我们全年生活顺遂。”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一年在全年生活顺遂，所以。我在这个新的一年狗年呢，我们要多多学习爱，爱他人，爱我们的邻人，爱天主，彼此要服务，感谢他。所以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新的一年快乐的一年，还有呢，年年有余，阿门。